面进行第二个环节灭火装备秀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一班班长曾广东，他携带的装备是帕克水泵，主要用于以水灭火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四班班长张国洲，他携带的装备是 WAKE250 型水泵，主要用于以水灭火。亲美 Remix。现在出场的是集训队一班消防员向勇，他携带的装备是国产水泵，主要用于以水灭火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三班消防员昂汪来让，他携带的装备是 Super 325水泵，主要用于以水灭火。现在出场的是集训队二班消防员四朗尼玛，他携带的装备是水弹和水炮，主要用于水源输送和射水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三班消防员刘永健，他携带的装备是 BTP 型背负式泡沫灭火装置电动液压减破钳，主要用于室内火灾扑救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一班消防员李元超，他携带的装备是 PB8010 型动力吹风机，主要用于雨风灭火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中队一班消防员泽仁宁波，他携带的装备是 PB778 动力吹风机，主要用于以风灭火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四班消防员谢云吉，他携带的装备是斯蒂尔 PR600 型风力灭火机，主要用于以风灭火。
在出场的是集训队一班消防员陈家洛，他携带的装备是斯蒂尔 MS251 型油锯，主要用于清除栈杆倒木。现在出场的是集训队一班消防员志满邓珠，他携带的装备是斯蒂尔 MS180 型油锯，主要用于清除栈杆倒木。现在出场的是康定森林消防中队二班消防员超武，他携带的装备是斯蒂尔割罐机，主要用于开设隔离带。现在出场的是集训队二班消防员陈晨，他携带的装备是背负式软体水枪，主要用于以水灭火。出场的是集训队二班消防员任清泽里，他携带的装备是加油器和点火器，主要用于灭火机具加油和以火灭火。现在出场的是集训队一班消防员李静，他携带的装备是快速逃生训练帐篷和逃生瓶，主要用于火场紧急避险。七妹 remix。